刀不长眼呢、啊、你可得看清了。刀不长眼呢、啊、你可得看清了。那猫似乎很亲近我，我喂养过它吗？吃我一刀！咱们来点乐子吧，让曹队长去。你自找的。哦，对了，
来吧，玉哥哥，陪我过一两周。你们关系很好嘛？可恶，他还叫你雨哥哥，逃到哪儿去？竟有破绽！这是，他是要跟你过招，回去再练练。当心了，这句话该不会是属于你们之间的隐秘吧？我们都真可恶，竟有破绽，不让你知道，亲自深归行去。谁不是啊？阿宁，当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这样没关系，杨家枪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在意的。这种可恶的东西。我是个心胸宽大、阔绰不来人的女人。我要斗真格了。只要你记得家里有个阿宁在等你就好。阿宁，你倒是先听我解释解释啊！诸葛玉冷静挥剑，面对相好，内心却是波澜不断。心中有情，剑无情，正是一名多情剑客无情剑。别再随便为我的内心加戏了。是陈辈。恭喜。那么就接招吧。这招可好笑，只有这点。往哪跑？这一招有点不小。往哪跑？很脏，太大意了。接我一招。往哪跑？太大意了！拿命来！别招我！太大意了！自找的！千刀万剐！看招！
只有这点本事。在唐门暗器面前，你们做个明白鬼都没有资格。大杀！好小子，今天抓了唐门暗器前的空隙。大杀！当真自成蜂窝吧？暗器排解，想逃到哪儿去？好小子，今天抓到唐门暗器前的空隙。还有杀杀！当真自成蜂窝！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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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到唐门暗器前的空隙。杀杀！杀杀！间的空隙，想逃到哪儿去？只有这杀杀，当真自成蜂杀杀！杀到唐门暗器间的空隙，想逃到哪儿去？杀杀！杀杀！杀到唐门暗器前的千刀万剐，杀杀！当真自成蜂窝，杀杀！暗器，杀到唐门暗器前的空隙。时间准备，恭喜。那么
随便你。想逃到哪儿去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出手太猛。想逃到哪儿去？回去再练练。想逃到哪儿去？回去再练。诸葛宇，受死吧！哼，救命！连我的剑出鞘入鞘的瞬间都看不到。但我的唐末剑法还有缺陷。过去被你挡住。你呀，你呀，难道我的唐末剑法还有缺陷？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中。难道我的唐末剑法逃到哪儿去了？还有新招，千刀万剐。可恶，你出手太猛。难道我的唐末剑法还有缺陷？想逃到哪儿去？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
请大爷。唐末剑法还有缺陷吗？千刀万剐。巨雷大柱。难道我唐末剑法还有缺陷？我要斗真格呢。你呀。你呀。你呀，难道我的唐末剑法还有缺陷？还有新装？我不甘心。时间准备好，还有新装吗？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中，这场就让你倒下。公，那么就。把值钱的东西留下。我要斗真格呢。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命了，只有这点本事。想逃到哪儿去？想起了些零散事。
你小子不要命了！居然被你打中！想逃到哪儿去？居然被你打中！别想逃！这一次让你倒下，只有这点本事，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真可乐！想起了些往事，不过只是不重要的记忆。先生，接招！回去再练。抱歉了，竟然能抓住小女子。想逃到哪儿去？抱歉了。抱歉，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份破绽。居然被你打中！抱歉，还有新招。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法破绽。我要斗真格了。抱歉，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份破绽。小女子能以一介女流跻身四兄之列，可不只是光靠轻易。先生，留心背后了。
抱歉了。哈！这招不让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法过程。哼！先生小心了。嗨！抱歉了。哼！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法破绽。回去再练。只有这点本事。先生小心了。哼！抱歉了。你出手太慢。嗨！别挣扎了。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法破绽。想逃到哪儿去？你出手太慢。杀人于无形，决胜于瞬间。先生小心了，时辰已到。哼，抱歉了。嗨，别挣扎了。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法破绽。想逃到哪儿去？先生小心了。哼哼，抱歉了。嗨，哼，别挣扎了。抱歉了。哼，是我大意了。先生小心了。嗨嗨，还有新招吗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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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徒增痛苦而已。竟然能抓住小女子的身法破绽。先生小心了。嗨，太大意了。哼，抱歉了。啊，别挣扎了。生的实力果然不能小觑，怎么可能？准备。空。那么。执意硬闯，莫怪我们无情。这招吧，你出手太猛。我动真可了。
执意硬闯，莫怪我们无情。只有这点本事。执意硬闯，莫怪我们无情。王拿跑，放！出手看看。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执意硬闯，莫怪我们无情。只有这点本事吗？这招这么有效。
强梁世界原无造版，抗天盟的理想不过杜绝贪赃恶官，不求改朝换代，也不求天下大权。诸葛宇，你所求的百姓安可居然被你打中，不也是如此吗？你我本该是同路人。这时我们都不畏惧些什么，所求皆不过惩奸处恶，但在抗天盟踏过的道路，在你的道路上牺牲的无辜之人何止千百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愿放过一人的做法，又会有多少冤死之人不畏牺牲，也不等于妄言牺牲。你敢断言如今的抗天盟仍维持初心吗？为了大局，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？你一举一动盘面上牺牲一点小布局，换取更大的成果，这不过是理所当然。看来你我二人终究殊途难同归，若今日你非一尊，我非诸葛宇，谁与？真希望能与你把酒言欢，共饮天下，但现在别怪抗天盟一尊看破我无敌的天成之教。诸葛宇，拿出真本事吧。别招了，让我看看你的能耐。为什么你能看破我无敌的天成心诀？这招就让我留下，你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这为什么你能看破我无敌的天成心诀？为什么你能看破我无敌的天成心诀？回去再练。别怪我。为什么你能看破我无敌的天成心诀？出手太慢。还没结束，接着便是最后了。诸葛宇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真的很感谢你，阿尼。除了谢谢外，我再也找不出任何话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感谢。接下来的战斗，我会以胜利作为这份谢意的证明。时间准备好，千刀万剐，恭喜你。那么就诸葛宇，只差临门一脚便能成就你们两人的愿望。别被烧着了，但这最后一步汝跨得过吗？他为了我经历了万般折磨，这次便换我。
只为他一人而战，接招！小心，别被烧着了！哼！小心，别被烧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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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新招吗？那么看得清这招吗？小心别被烧着了。我哪里输？只要过了这关，一切就结束了。